每晚八点，聆听读者。新年好，我是主播苏阳，欢迎收听读者。今天要跟你分享到的文章来自作者 Jenny 乔，你的好人品正在保护你。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，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。这几天公司里出了件热闹的事儿。一个月前，老板心血来潮，要秘密开发一个高端产品，打算在行业立个旗帜，不仅专门成立了项目组，起了个打死也猜不出来的代号，连办公室都租到了10公里之外的一个秘密基地。可没想到，产品图样前2天刚做出来，就上了业内某八卦网站的热搜，一鸣惊人是没戏了，只能比手快了。气得老板把全公司的大佬级人物都骂了一顿，组建了一个调查队，自己带队，说非要找出是谁泄的密。可这一找不要紧，活活逼出了一场杀人游戏。 A 说是 B 干的， B 说自己是无辜的， C 跑出来助攻，说其实是 A 干的。要多乱就有多乱，调查组逐一审问，越听越晕，看谁都觉得特像贼。唯独到了某研发高级总监，大家异口同声，他呀怕死吧。讲真，我觉得他挺可疑的。今年老板从国外挖来一个研发 VP， 活活的把他给安在了中层，没上去。怀恨在心太正常了，可竟然没人怀疑他，甚至连问都懒得问，挺奇怪的。后来我在公司打听了一圈，终于明白为什么了。大家对他的评价出奇的一致，这个人不贪心，公司最难的时候他减薪跟同事们分，公司缺人的时候他也不叫嚣加薪，连买东西找错钱他都大老远给人送回去。这样一个人，谁会相信他去卖消息呢？每次想起这件事，我都忍不住感叹，一个人得多好才能让人相信他绝对不会作恶呢。今天这个时代，众口铄金，鸡毁销骨，白的能说成黑的，假的能说成真的，只有一样东西能在危急时刻保护你，就是长久以来的好人品。它就像一道护身符，平日悄无声息，关键时刻特别管用。经常有人说，今天的社会很冷漠，人走茶就凉，墙倒众人推。过去我还觉得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们这一代人喜欢盲从跟风，讨厌麻烦，不爱思考。可这两年我越来越发现，作为一道墙，如果每个人都想推你一把，可能真得自我检讨一下。说一个落难老板的故事吧。以前我混外企圈时，业内曾经出过一个华人精英，头脑灵活，人长得也不错。据说小时候和爹妈在美国捡垃圾吃救济，读完大学奋斗了几年，吃定一票人傻钱多的中国客户，摇身成了华尔街精英。他最风光的时候，项目做不完，同行都来抱大腿，他一个人带活了好几家小公司。那时候我们这代人还觉得他是偶像，拼了命的想往他的公司扎。可没想到，我们还没迈进门，他先被踢出了圈子，因为吃回扣。吃回扣这事儿说小不小，可说大也不大。这个世界你懂的，根基稳底子厚的人，这都不叫事儿。那时候我坚定地认为，凭他的实力和人脉，站出来道个歉肯定能摆平。可没想到，不仅没有人挺他，每个人都站出来朝他扔了个西红柿泄愤，什么压榨员工、内幕交易、偷税漏税，连秘书都把他乱报销的东西拿出来当证据，结果把他搞得身败名裂。我把这事儿说给室友听，他瞪大眼睛惊讶地问，这人平时得干了多少坏事啊？我不知道，但肯定不少，否则怎么一推就倒了呢？这些年经常有人问，我们到底为什么做好人行好事？答案再简单不过了，关键时刻能救命。人心真没有想象的那么坏，
也不是所有人都因为羡慕嫉妒来踩你，而是作恶太多才根基不稳。如果每个人都对你下手特别狠，我觉得你必须得自我检讨了。几年前看《疯狂动物城》时，有一个片段我印象特别深刻，朱迪和尼克在破案的过程里差点被黑帮老大北极区杀掉，后来是因为朱迪救过黑老大的女儿才躲过一劫。要不说这迪士尼这么牛呢，故事越回味越觉得是真理。我们做好事不是因为好事本身值得做，而是因为你做的每件好事都会回报给你，通过一种神奇的媒介，那就是口碑。有人曾经跟我说，口碑这东西都是钱堆出来的，你牛的时候别人看你哪儿都好，你怂的时候谁都想踩你一两脚。我觉得不是，能力、权势、利益或许可以快速建立一段关系，却不会让人死心塌地地跟着你。因为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，大家不说不代表不懂。而一个人最危险的时刻，恰恰是表面活得风光，人设却已在暗处崩塌。直到有一天这层窗户纸被人捅破，兵败如山倒。几年前一个富二代朋友被自己的闺蜜摆了一道，借她上位，找了一份好工作，也找了一个好男人，平步青云之后对她各种冷嘲热讽，四处散播谣言，逢人就说朋友性格坏，脾气差，自己受了多年冤枉气。听到这些流言蜚语时，我比朋友还生气，逢人就想替他辩驳，可渐渐的我就发现完全没必要。不熟悉他的人不必解释，熟悉他的人用不着解释，于是他就这么化险为夷了。果然像他说的，这个世界上一旦有了信任就会变得特别简单。可信任从哪里来呢？无非是平时一点一滴的为人处事里。在职场我见过很多因为利益捆绑在一起的群体，表面上如胶似漆，抱团取暖，联合起来排除异己，可骨子里这些人却是一盘散沙，经不起江湖的一点流言蜚语。其实原因再简单不过了，和狼生活在一起虽然有肉吃，但你不得防着点狼，免得自己被下锅吗？没有人品就没有信任，没有信任就没有未来，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。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，竟然没人相信了。经常有人跟我说，本事、能力、钱才能让你过得好，人品这种东西有多远扔多远，根本不值钱。每次听到这样的话，我都忍不住哀叹，没经历过落魄，不知道人品有多重要。我见过很多人背景雄厚，能力超群，可关键时刻家世和本事都不管用，最后能救他们于水火的就一件事儿：你是不是个好人。我总觉得人类进化到今天都有一点共识，狼心狗肺的人越少，我们的世界就更美好，谁不希望世界美好呢？所以回答那个人们热衷的问题，人品好到底有什么用？你没事的时候他可能真没什么用，一旦有事他真能帮上你大忙。